老娟啊，你去找那个上次给我做头发那个，你跟他说我这次要弄夸张，这就对了吗？那孙媛媛不就年轻点吗？你要一打扮起来也不比他差，我豁出去。这家中华丽人啊，小姑有点武，能会点武。这发型满意吗？你真够漂亮的。哎，你忙你的吧。啊，好，好，我给我的妹妹呢再补点唇彩。嗯，好了好了。啊，我不画了，听话，再补一点啊。我，哎呀，一点点儿啊，就一点儿啊。行行行，这不让人看出来啊。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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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最重要的，要是人家问你呢多大岁数了，你可别照实说呀，你就说你30出头。为什么呀？你傻呀，但凡男的都想找比自己年轻的，你这一实话实说，对方一没了兴趣，弄不好刚一见面就吹了。我，那我就现在不说，以后人家不也得知道？你傻呀！你才傻呢！说我现在30出头，谁信啊？你先谈着呀，你谈出了感情，什么事儿都好说了呀。你就是比他再大上几岁，他也一定能长出娶你的理由了。嗯，看那样，小娟，我觉得你啊，真的应该主动申请下岗。然后去开一个什么恋爱咨询公司什么的，肯定比现在挣得多。嗯，没错，靠谱。哼，别瞎贫了，赶紧补妆吧。张嘴啊，小陈听话听话听话听。哎哎哎，这家伙啊，猴子有点靠谱，但字儿华盛顿。啊，随便老娘啊，你儿子绝对是一表人才吧？啊，怎么着，乐死完了？完了，这还没见面就乐成这样，你要娶回家来还认识妈吗？妈，您这叫怎么话说呀？要不这老话怎么说的对呢？娶了媳妇儿忘了娘，就那么回事儿。妈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不去了。念，这家满意了。儿大不由娘，你不用激我。哼。就算刚才是，现在也不是。妈，你要是真不愿意的话，我还真就不去。干什么呀？去！妈不能伺候你一辈子，妈老了，比不上从前了。去见见去，只要他人好、本分、听话，能好好伺候你，妈没意见。好。你别总摆弄那头发了。哎呀，我难受啊！我这特别别扭，真的，我特别不自信。什么不自信的？我觉得所有人都看我，真的。谁看你？街上没你多了，谁看你呢？啊，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弄还不如不弄呢？弄了总比不弄强嘛！啊。哎，我觉得我现在这样特别像你，讨厌。真的真的。嗯，看看你这身衣服多老土啊！好歹也是当了几年老板太太的人。连几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捞着，哎呀，那我就是觉得国强挣钱不容易，多辛苦啊！自己家里的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呗，都省给别人了，要不说你傻呢？哎，行了行了，都过去了，别再提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别总国强国强的，这非常不利于你再找对象。我没有啊，你说了，你刚才还说了呢，你忘了？真的？当然了。向我保证，你以后不许再想他了。保证啊！说，我说，我保证，我坚决不想。这就对了。
请问先生喝点什么？我看看啊，我再看看，我等个客人。嗯，好的，那您看着吧。哎。在这里。啊。聂先生，您叫我了，想好喝什么了吗？我没叫你啊。啊，好，那你说一下，咱们这茶里头除了二花，哪个最便宜？什么二花呢？菊花、茉莉花。菊花是最便宜的。20还最便宜的？那行那行，我不难为你，那就菊花，啊，我等一会儿再上。什么时候呢？什么时候？你等我做出手势，就这样，你上，这样，就在这个位置上，你上。是要一壶还是一杯？哪个便宜？肯定是杯便宜呗。那就杯。好的。一杯啊。嗯，好的。记住了，一杯就行。真是蛮不错的，就是都找地缝钻进去。你还有这特异功能，这挺好，挺好。好个屁！真的是你，怎么会来？这就叫缘分啊！我露的那张网，那就是陨石砸汽车的概念。什么什么呀？听不懂。意思就是说，咱俩。有缘分，谁跟你有缘分啊？小妹妹，哎，干嘛呀？这既来之则安之，既来之则安之啊！茶都给你要了 ，C 档 C 档 C 档，我们一起 C 档啊！哎呀，真是不可思议！按说呢，应该给你献一束鲜花，但没关系。这是条件呢，我只能给你献一杯菊花。这孩子没听见，上茶，上菊花。哎呀，真是人生如戏，转眼就是百年。不是不是，这意思说错了，万万没想到会是你。我替我姐们来的。那巧了，我也是啊。我是替我哥们儿来的。你那哥们儿叫什么呀？猴子，悟空。你姐们儿呢？唐僧。管他。别笑了。哦。有病的你。你叫我走了。唐僧，别别别别别。我要问你件正事儿。好。你钱怎么回事？现在就结账了，什么钱？还装？你
明天给你感谢费呀。我也发现这猴子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，他有意的。我那帮哥们经常是这样跟我斗办法，他就是想故意啥呢，让你生气，跟我闹。说是迟，那是快，一朵朵鲜花向你开。这会儿我就成插花男了，我就不是。